林志鹏，毕业于山东大学控制论专业，研究生，航天部高级工程师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 EMBA， 杰赛自动烹饪锅发明者。目前由其独立研发并生产的杰赛自动烹饪锅系列已被广泛投入市场，并被誉为中式自动烹饪化的开创者。 E153 是杰赛厨电2013年推出的最新款自动烹饪锅产品，号称烹肉大师，15个功能全部都用来做肉食的，尤其适合喜欢肉食的朋友们。 E153 的外形是由荷兰设计师玛莎女士设计，使用前卫的无檐玻璃锅盖，美观大方，而且结实耐摔。优质的304不锈钢锅胆，做菜更健康。自动烹饪程序升级，模拟专业厨师技艺，二次收汁，做出来的菜肴更美味。我们可以看到 E153 功能键这里是按照食材一一划分，其中鸡、肉等两组功能都相应的包含了六个自动烹饪功能。鸡的部分分别是啧啧鸡、黄焖鸡、清炖鸡、靓汤老柴鸡、白斩葱油鸡、清蒸荷香鸡。肉的部分分别是无锡排、腐乳蹄、蒸扣肉、红烧肉、炖排骨、骨汤。此外还有家常菜的功能，适合豆角、茄子、土豆、芹菜等耐热菜。所以说这是一款堪称专业级的产品。针对这些功能键，我们特别设置了对应的菜谱，分别是我爱吃鸡、我爱吃肉、我爱吃鱼、我爱吃菜，总共收录了将近300道菜。只需要按照菜谱上的食材和调料用量加入锅中，启动相应的程序，很快就能自动烹饪出味道正宗的菜肴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款产品的收汁效果特别好，味道也完全无可挑剔。除了功能键之外， E153 设置了手动调节火力的半隐藏式旋钮，可以轻松实现涮火锅、打边炉等烹饪模式，十分方便。